个是保护地球的，啊，第二就是身体健康的，运动身体健康的。我就是跟他讲，爱干净，不要恁乱丢，啊，恁该做都爱做安尼。师傅一直感觉真价值咯，一直听做环保，环保啦。现在的社会，惊事业的发展，爱去顾事业，去拼经济。少年的呢，爱读书，有诶出国去。所以啊，故乡啦，故厝啦，那就是老人的代志。所以吼，老人啦，身体爱顾好好。爱做一个可爱的老人，这吼真好。所以吼，慈济人呐，咱大家人会好，咱有一个集合的所在，叫做环保站。环保真好哦，这现在的社会啦。环保的问题，塑胶的问题，似乎感觉讲吼，三十多年前啦，似乎呢，甲大家人讲，用你要鼓掌这双手去做环保啦，啊，环保就是对这场开始，全球啦，不管是气候啦。环境啦，空气啦，要会当清新，要会当予人健康，咱爱重视环保。所以吼，我嘛家己感觉着讲，也很有价值感。师父伫三十多年前，安尼呢，一场的演讲。啊！恁甲鼓掌啦，去做环保，从安尼开始，环保节节高升啦。大家人共同认真，这就是哎哈啦。三轮体空无所求，咱呢会当去付出带动啦。会当讲做好代志，这付出有价值啦，无价值有。我们就在长照那一段时期呢，我们就带出来了一些环保的知识，让我们人人都有机会去做环保。It is important as in to educate the society, the importance of recycling and to b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 claims. 师父若跟你讲唔对的，唔通做，咱都爱真正唔通做，好歹讲清楚，说明白，我们呢就要该做的积极做。不该做的马上改过，那一旦安呢，那就是大好人生，净化人心，祥和社会。相信呢，是师父要向大家人讲，甲合心，甲师父合心起来，祥和社会啦，净化人心啦，还要呢。环保回收啦，人生的付出，其实呢也是在轮回，回收都回来，再者啦，回收再者，保护资源，所以资源回收，做环保，资源回收，唔是收粪扫，所以人人呢。都可做环保啦，动手、开口、起步、
无不都是好事啊，要做得很精。看老菩萨那个加多呢，就是夸夸称白色的加，我去环保站啦，我就问伊讲，啊，你是爱安怎爱煎？老菩萨呢，就讲，啊，咱都白个加起来。我就问伊讲，啊，为什么白都另外加呢？甲我讲吼，啊，这来去卖吼，较价大啦。哦，啊，你都加面顶下骹都好啊。啊！你哪会独在伫里蹭啦？伊讲哦，师傅，迄乌的价钱加真歹，啊！我加多那加加一个白色的，可以清清真干净，啊！这价钱都较悬呢。我就讲哦，啊！你哪会着遐计较啦？伊讲师傅，计较才有益，你看。我若入环保站吼，我是被教育呢，在环保菩萨啊，智慧观呐、啊，所以佛陀讲，众生呐、啊，众生本性平等，人人回归咱的本性呐、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、啊。所以师父爱人讲吼，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是呢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啊，这都足深吗？啊，但是呢，你用简单的心呐、啊、来接受，它又果是真浅，是哦，修行啦，师父就是叫咱修行。做环保嘛，咧修行啊！我吼无做环保啦，啊，规天我要创啥物啊？无聊啦，东家长细，西家短啦，甲媳妇计较啦，甲囝计较啦，这吼无聊，不只是无聊啦，变成了无明差价，甲媳妇呢？和心不困扰，那那倒入自在来，那这个心清净啊，会晓讲感恩啊，心不甲我的囝顾真好，甲我的孙教真好啊，心不啊感恩咯、哦，啊那那是心无净化，就感觉讲，阮囝较早对我偌体贴嘞。阮囝偌乖，听老母的话，即马拢听母话啊啦，都甲媳妇计较，所以吼、哦，一念心啊，一转啊，分分秒秒啦、啊，转得干净啦、啊，净化自己的心，这都是佛啦、啊。啊，都无聊啊，去行行。努力打那运动呢？他有时候我回去的时候，他已经推了一大堆回来了。啊，你这个这么重，你怎么搬回来？他说、哦，他碰到的人都很好，会帮忙帮他叠上车子。啊，所以他也做得很开心这样子。我晚上都会跟我妈一起看大爱台。欸、我应该利用有限的生命，然后去多做一些有益人群的事情。你兴奋。过程啊，你一定要做菩萨，和这个家庭啊，有一尊菩萨，什么都好，什么都好，啊，我愿意付出，愿意付出，为子付出，为媳妇付出，为孙付出，这样呢，子孙啊，感恩，哦，阮家哦，一尊活菩萨哦。有求必应哦，甲我厝过真好，甲我的孙过真好，等等啊，这呢互相感恩啊，那彼此呢互爱，
所以囝会晓友好啦，老爸老母呢会晓付出，家和万事兴啦。所以呢，这都是好事啦。是呀，好事分秒做啦，时日不空过啦，这叫做价值。时间已经过了，哈，感恩各位菩萨，人生啊，咱来好好把握。咱大家的平安呐、啊，是大家人共同的福啦，所以咱来彼此感恩。